大家好，我是慧慧。今天去超市花了6块钱买了一根莴笋，莴笋不仅味道鲜美，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，所以被称为千金菜。常吃莴笋具有润肠通便、美容养颜，还可以改善睡眠，所以我们平常可以多吃一点。一道非常简单又好吃的清炒莴笋就做好了，这样的做非常的脆嫩入味，营养不流失，简单一做，好看又好吃，特别的清爽，一点都不油腻。过年之后呢，大鱼大肉吃腻了，来上这么一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，喜欢的朋友们就赶紧试一下吧。喜欢慧慧的视频记得点击关注转发，拜拜。